食老马胆，今次推介八场五号啊，喜字宝啊，一齐睇睇佢上场嘅表现啦。咁啊，上场讲真啦，表现唔差噶。二档嗰只就系喜字宝啦。咁啊，嗰场咧啱啱上场输俾嘅海船时光啦，嚟睇睇佢二档出闸。嗱，黄衫红帽嗰只咧，佢出闸就不嬲，大家知道唔系好快噶啦，跑草地都系一般。嗱，咁啊，其实呢只马转跑泥地之后嗰成绩啊非常之好，肯定好过草地。嗱，呢只马咧转跑泥地四次。一個 win， 一個第二，一個第三，一次落地都幾犀利啦！而家冇 number 嗰只佢啦，咁啊而家排尾四尾唔到啦。咁啊前面放嗰啲咧都係啲福國寶啊、星龍區啊，同埋啲顏色王子呢三隻比較變啲白辣快噶啦。咁佢守喺呢個位內欄其實係唔錯噶嗱，你睇佢咧，同埋呢只馬不嬲都留前鬥後噶。如果佢快嘅話，你真係驚啊！好啦，見到佢慢慢鬼鬼祟祟，何澤耀咧就拉出去出邊噶啦，都係啱噶啦，拉出去望空好嘅裏邊一時啊，跑泥地咧濕濕地啦。好啦，一見。到只马望空咧，开始啊少少离了啦。嗱，前边嗰啲马咧，见到咧福国宝咧顶得住咧，跟住上嚟挑战佢呢有啲海船时光咧，上紧嚟噶啦。咁啊，睇你福国宝就应该俾佢过啦。嗱，见到呢边咧，喜字宝个势都几好啊，谂住上到嚟咧，话呢个位咧谂住争啲宝冇碌 Q 咧，结果埋门最后嗰几廿米咧，其实只马就开始摊着咗，但系可惜为时已晚，终点已到。咁嗰只海船时光赢咗啦。嗱，上到嚟个势咧，见到喜字宝都跑第二，第三就系福国宝啦，第四星龙区。咁你睇到呢只马，其实个后劲各方面都唔错，泥地胜利亦都系证实咗系冇问题噶。今次推介八场五号喜字宝，希望呢只马大家可以执翻多少啦。咁啊，投注策略就如果买佢独赢，你一面三披啦，想买 Q 啊，二重再搵佢做胆。希望呢只马帮到大家继续 sell 食我哋 ，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，揿埋钟仔有新片你收到，睇埋张老师片，希望大家嚟紧赢多啲。